子姐姐，你知道愿望魔兽吗？一定是条大鱼。怎么是个臭鞋子？哎呀，臭鞋子里掉出一盏神灯。哎呀，这个家伙一定能给我自由。嘿嘿，兔子姐姐，小心大坏蛋。是谁在暗算我？我想到一个伟大的主意，让所有人都能实现愿望吧。大坏蛋把神灯放进了怪物制造机。等，我是愿望魔兽，愿望魔兽制作成功。愿望魔兽看起来好厉害呀！我要让卡诺斯星球所有人都能实现愿望。主人，你可真善良。当然是我的愿望。圣蜜桃可真好吃，摘一些给兔子姐姐吃吧。够不着，要是我的腿能变长就好了。吃不到水蜜桃的萝卜太可怜了。是大坏蛋，就让愿望魔兽帮帮你吧。愿望魔兽，愿望魔兽，实现愿望吧！当当当当！我长高了，这样就可以摘到水蜜桃了。希望你喜欢你的愿望，哈哈。摇摇晃晃，好痛好痛，站不起来了。罗宝，你的腿怎么变得那么长了？是我对愿望魔兽许愿，然后我还是先帮你恢复吧。胡萝卜钥匙启动复原功能，胡萝卜钥匙对愿望魔兽的魔法失效了。怎么办？怎么会没有用呢？看来愿望魔兽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。我想我的小团队，必须打败他们才行。你等我，兔子姐姐加油！愿望魔兽，去实现所有人的愿望吧。好的，善良的主人。老虎的愿望是变小猫，喵。小鸡的愿望是变老鹰，飞得好快。哈哈，帮别人实现愿望的感觉太棒了。大坏蛋，快出手！愿望魔兽，给兔子姐姐也实现愿望吧。愿望魔兽，实现愿望。当当当当。我有什么愿望？变长，变短，变圆。胡萝卜钥匙启动权杖。胡乱把愿望加在别人身上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胡萝卜权杖守护之息。主人再见。我等着。大坏蛋和愿望魔兽都被打败了，小鸡、老虎和萝卜都恢复了正常。心中的愿望要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成真哦。请看下一集。